我认识一个那个设计封面的那个朋友，这个书是我的。有人会问了，老师，这个书的封面是你设计的？当然不是，他设计的。可是这本书不是他设计的，因为我有问过他，如果给你设计的话，他说请等我两年。我们是好朋友，也许可以等一年，要不然的话，你就另请高明。我知道你挺高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你放开他的学历，复兴美工毕业，他有多厉害，多高的学历？没有，可在专业这个领域里头，天方最高。他决定人生，他每一年都要等两年，表示说他每一年的那个工作都是两年后。上面中央曾经登过一个人啊，不停等，你要等三年。现在据说我们这些升斗小也等不到，因为他被新一计划去包抓了。他的地板可以给你保证十年不会哇哇叫。我现在才知道说我原来铺地板真有学问的，因为我们家的地板以前都会叫了，也是铺没多久了。所以你不要小看那个小工作大学问，那些都是日积月累得来的，不是三天两头。再来是相关，有一个投资大师叫罗杰斯，他曾经写过一本书，他给女儿的12封信，其中有2封信我自己的印象非常深刻。他跟他女儿讲，他说有一天你会听到有人形容你的爸爸是杰出投资专家，从来没有输过，可是他不知道爸爸为什么没有输过。我告诉你，爸爸每天在做一件事，做一项投资的时候，一定会做三件事：一，我找到所有的资料；二，我全部读完；三，我一定弄懂。他如果这三件事情你都有做的话，你的人生叫做投资者；如果万一你没做的话，你的人生就是赌博者。他问他女儿：投资会赢还是赌博会赢？当然，他女儿没有在现场给他答案了哈，你自己想想。他说：“投资几率大于二分之一，赌博几率小于二分之一。你去看看拉斯维加斯就知道了，每年可以赚2000多亿美金，你就知道谁赢了。赌博他赢了，我们输了，对不对？只有投资，而且他投资你会了，你才会赢。我说你永远是输家。”他又跟他女儿讲说，在我的身旁里的不是你爸爸最厉害，你爸爸的很多的朋友，李阿姨、黄阿姨啊、陈叔叔啊、李姑姑啊，都厉害。为什么厉害？他们的厉害也许跟我不一样，可是他们很厉害啊。你有两个原因：一，做他们会的；二，全力以赴。他只要做你会的，然后爸爸从来不会去讲话，你跟我一样也变成投资专家，你可能不是。可是你要学你会的啊。他清楚告诉他女儿，人生一定有会跟不会的，不会太勉强的，你只能做你会的。可是不要忘记后面四个字：全力以赴，你就会是赢家。你看到各行各业都是哎，你觉得可能好好有天赋，然后来你都发现根本不是，根本连空位不来都是哎。人家对你 Kobe Bryant， 你为什么篮球打得那么好？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这个人，有人说他很傲、很傲、很棒，然后打篮球很赌博，不管如何，他就是篮球打得好啊。人家问他你篮球为什么打得好？那我只有三个魔法：努力、努力、努力。可是我看起来他不是努力耶，因为我最近常常在那个未来看到有一篇关于他跟。那个詹姆斯大帝，还有那个赫华德的那个报道，我发现说，他常常会让自己再上层楼。他已经是当家的前锋了，而且是号称的可能可以最接近那个 Michael Jordan 的人，他还是找人练球。他花了一大笔钱去找一个那个以前的那个当家中锋，退役的当家中锋布拉吉瓦。而且那一年因为跟他练球，平均还多2.4分，表示什么？原来那个很棒的人还懂得精益求精，更棒，对不对？
我们不是。我们教出来的孩子会拿一个布布跑到老虎会跟人家讲，我不要二十号给我。可是从来没有问呢，你凭什么？我也不要二十号给我。可是你愿不愿让自己有一点凭本事？凭本事一定吃苦的啦。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本事是不吃苦就得来的，抱歉，没有。你看那个姚明，提早一个钟头去练球，晚一个钟头离开。NBA 的球探最后发现说，哇，原来这个高个能够在 NBA 混那么久的最大的原因是勤奋，他比我们高，哼，据说比我们更有篮球天分，可是又比我们勤劳，如何赢他？写作也是一样哎，你看他有些书啊，被号称经典啊，然后那个书我仔细去查，那书到底写多久啊？《史记》啊，《汉书》啊，《后汉书》啊，然后什么《徐霞客游记》啊，然后胜过那个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啊，15年几天，就连《史记》都写了18年，《本草纲目》写了33年。看起来原来时间是可以堆叠出美丽的样貌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有些东西还给孩子，还有他的天空，人一定从依赖到独立了。我们那么的熬夜，是0到12岁，最轻易我的。可是到了国中、高中，他开始想飞了，对不对？朋友的，有一天到了大学的，要不要恋爱？要了，我们都已经迟到了，我们恋爱迟到了，本来11岁的时候那个讯号就通知了，哎，恋爱了，可是我们被强迫了，不准男生不能看女生，对不对？迟到了，可是我都念大学啦，一定恋爱了，爱人了，到我们这个年纪，别人的，他其实是风筝。他已经飞到远方了，还好还有线，希望那个线永远都在。所以教育其实要投资的是这个东西，就是那个银行里头要放的这个东西，就让孩子有一天你拉他的时候，他会回来。所以我觉得那个银行里头要去摆放更多的东西，让孩子有一天他有 data。就包括有一天呢，你说谁带你去看病哦？他的承诺都未必算数，甚至你怎么做？像我这些年，我很坚持啊，只要是安永英打电话说妈妈要干嘛的，我要去啊，我要带她去看病。为什么？因为她是我妈妈。所以我常常带我妈去看病的时候，我的医生好友还会跟我去空，我会问他干嘛，他说很久没有看过那个儿子带妈妈来看病。我说啊，你都看到什么？都看到玛丽呀。我那天回去赶快去问我儿子，我说如果有一天妈妈生病的时候，到底是你带我去还是玛丽亚？说应该是我的。我说为什么是应该？我要看你表现啊，表现好之后我有记录啦，我就还你啊。表现不好的话，就你自己去啊。当然是开玩笑的。可是那你让我警觉到，是啊，人生或许如是的，这亲子是有银行。我希望那个银行里头其实真的是美美的，我觉得很重要的爱呀、心啊、情，最重要是情啊，彼此要很浓的情感。所以其实我不吝惜，我跟我爸爸最大的不一样是，我觉得爸爸给我善，可是爸爸没有让我觉得亲子之间那个很浓的情感。所以我一直很希望说，我有机会用另外一个方式去教育我的孩子。很多人一直以为说，因为你做亲子教育啊，不。我对孩子的情感跟我做亲子教育没有绝对的关系，是因为我看到我的爸爸，看到我的失落，看到我的错过，所以我很希望说我的孩子是得到。所以现在已经在尾声了，我常会黏着他，我常常会跟他们讲说陪我一下好不好？我们现在礼拜六、礼拜天一定要找一天，我们要一起吃饭啊！我常常会因为这样子，然后跟他讲说尾声啊，再多看你老爸几眼吧。他在远方，我一定要传简讯。因为现在因为智慧型，我还能够用手写，以前用打字多难啊！
可是我打一篇要半个钟头哎，照打传过去。可是最近也开始有一些回馈，比如说我到了宜兰的马赛国小去演讲，就跟他讲我现在在哪里，大概几点会讲完，然后我好累啊，我应该赶着回去。没多久你就会见到他的一封回信，他就会跟你讲说，我不是跟你讲过吗？叫你以后不要跑那么远吗？不听话。然后还会下一句话说，有些事情啊，不要因为钱而做啊。最后还会补了一句话，不要让我太操心。有时候你会发现说，爸爸妈妈好好骗。那一句话，也许你的辛苦都会一笔勾销。我常常觉得家应该是孩子最美的靠岸，家人最美的靠岸。我不希望说有一天有人告诉我，我们夫妻是室友。甚至有一对夫妻跟我讲说，室友够好，我们是世仇。我真希望你们是伙伴。人踏出去那个家门，其实是风雨无阻，也无风来也无雨是假的。每一个人离开家之后，都好想回家。他需要是一个张手欢迎的人。很多人在我的心目中，我觉得都叫心理医生。如果我有委屈，我回到那个家，有人安慰我的话，再苦都没关系。即使那个孩子考七分嘛，你安慰他，七分也不算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朋友就做到了，他儿子才考七分嘞，他这样子告诉他儿子，爸爸不要住在社论太久。儿子学到他的幽默，他说：“好吧，那我们暂时住在爷爷的。”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快30岁了，依然过得很好。如果每一个人的家都是这个样貌，不幸福也难。我希望我今天拉拉杂杂，你看讲了快要9点了，希望我讲的所有的东西能够变成你的生命里头。幸福处方的种子，因为它只是种子。因为我常常在想说，我站在那个台上，我能给人家什么？我最后发现，好像就那一粒种子，再给应该也不会太多。那你自己应该是一个浇水者跟施肥者，最后可不可能萌芽，你来决定。希望你有一天，你有自己独特的、美好的。可以用的幸福处方，而那一套可以跟我不一样。我们都可以有不同的幸福处方。我的这一套也许只是你的生命的底缘人，只因为一个缘分，所以我们有了交集。希望那个交集有了火花，变成美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